立秋、处暑、寒露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。我属于怕冷型的，现在才十月，我已经穿毛衣了。吴健最不怕冷，因为我是高冷男神，我穿最多，因为我是暖男。完成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希望可以尽快的达成。我巡演了，然后发专辑了，还健身了，还穿了比基尼。立我都实现了吧。今年是一个充实的一年，我们之前立下的目标全都实现了。对，我们今年把去年立下的 flag 全部实现了。